未来汽车过来了，今天刚刚到实地上市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要用未来汽车。当然，它还是比较好用的，我们在里面，比如说导航啊什么的，我们都不需要用手去按了，只要输入语音就行了。还有NOMI，我在。因为是换的是150度的电板，所以大概它的行驶距离能达到800到1000公里左右吧。当然加上空调啊、翻山越岭啊，可能距离会短一点，但总体来说它是可以提供我们在新疆长距离开车的。 那我们后面还有十几天的时间，用的就是这款车。这个地方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，非常的壮观，只有你亲眼见了才会感到地球的奇妙。 挪开自己的脚步，奔向你从来没有来过的南疆大地、新疆大地，来共同欣赏祖国的美好河山。